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各位介绍存货的会计处理。那在上一个讲次呢，我们跟各位介绍了存货的各种成本分摊的公式，啊，包括这个加权平均法啦，这个先进先出法等等。那么我们也跟各位介绍说，期末存货呢，应该按照成本与净变现价值孰低法来认列。 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两种估计存货成本的方法，也就是说，不是用存货的实际上的成本去计算、去分摊，而是用估计的方法。有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去估计，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实际上不可能有这个真正的成本呢，让我们去运用，或者说呢。 按照真正成本去计算的话呢，非常的不经济哈，成本呢非常高。那我们呢就用其他的替代的方法呢，来估计我们的期末存货的成本。那我们常用的期末存货的这个成本的估计方法呢有两个，一个呢叫做毛利法，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呃零售价法。我们先跟各位介绍毛利法好了哈，来看看呢什么叫毛利法。那么基本上呢，各位同学都知道说。 我们的销货减掉销货成本呢，等于销货的毛利，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计算这个啊、呃、毛利率哈、哦。那么毛利法呢，就是运用过去的销货毛利的百分比，就是毛利率的这个这个毛利率喽，用来估计本期的销货成本和期末存货的一种估计的方法哈、哦。存货估计方法就是说，我们呢基本上呢，一个公司它所经营的这个产品呢。 销销售的产品毛利率呢，通常大概都相当的固定，哈，除非说年度中呢，有因为竞争的关系而产生剧烈的变化。 火车的话呢，它的毛利率呢基本上是相当稳定的哈。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稳定的销货毛利率呢，来估计用以前年度的，不是今年度的哈，以前年度的销货毛利率来估计呢，今年度那我们所卖出去的这个销货里面呢，到底我们的毛利率是多，毛利是多少？那如果我能够知道我的销货的金额，我也知道我的毛利的这个金额的话呢？ 我就推出我的销货成本出来喽，那是那也是估计的哦。那如果我们能够把销货成本估计出来的话呢，我今年度全部有多少货可以卖，就是我的可售商品的总成本呢？那么我来这个把它计算，扣掉我这个销货毛利、销货成本的话呢，就是我估计的期末存货哈。好，我们来看看呢，我们的这个毛利这个运用的方法呢，它的基本上它的步骤几个步骤，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 要确定正确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毛利率，为什么我们用正常毛利率这个这个字眼呢？就是说我们毛利率呢可能会有因为有呃这个例外的这个状况而发生了波动，比如说有一笔大的这个订单，人家说哎我跟你买这个东西，可是你要打给我打更大的一点折扣，比如说打个九折吧，那你说因为这个订单实在太大了，我不接的话呢，我就少赚喽。 接的话呢，虽然我少赚一点毛利，但是呢，我还是赚了很多钱，所以我就会给它打个折扣。那么因此呢，就会扭曲了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毛利率哦。哎，所以呢，我们一般来用的时候呢，这种这种特殊的订单的话所产生的毛利率的增加或减少的话呢，基本上是要把它剔除掉的哈。所以我们说呢，估计这个正常的毛利率，好用正常毛利率来计算。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估计。 本期的这个销货的毛利，那么怎么估计呢？就是把本期的净销货乘上正常的毛利率，得出我们的估计的本期的销货毛利。好，本期呢，我们的销货是都有在记录的哦。好、哦，平常呢都有在记录这个销货收入。那你只要去乘上这个正常毛利率的话呢，我们就得出了本期的销货毛利。好。 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呢？我们要估计的是什么呢？真正要估计的是销货成本，所以，我们第三个步骤是从本期的销货金额哈、啊、减掉估计的销货毛利，让我们得出本期的估计的销货成本好、啊，这个销货成本估出来以后，我们就进行第四个步骤。第四个步骤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本期可售商品的总额。这个本期可售商品的总额呢，就是我提出存货的成本。 加上本期的进货的成本，啊，那么合起来呢，就是本期的可售商品的总成本喽。那么减掉本期的估计的销货的成本，那么就是你还没有卖掉的部分，那就是期末的存货的估计成本喽。那么我们什么时候会运用到毛利法呢？我这边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给同学做参考好了哈。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会计师。 去查账，好，或者是公司的自己的内部稽核人员，他要去检查我们公司的存货呢，到底正不正确？这个时候呢，会计师去查账的时候，他书面上的资料都有了，但是呢，他没有实际上去盘点存货，不知道说真的是这么多吗？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用毛利法呢来推算一下，说，哎，我根据你过去的正常的毛利率，那么。 估计出来，你现在呢应该有这么多的存货啊？那你账上所列的是不是这么多？如果相差很大的话呢，那我可能要进一步去追查这个原因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出入哈、啊？就是会计师啦、啊，或者是内部的稽核人员，他们在要确定我的资产是不是存在，我的存货呢是不是正确的时候呢，可能会用到哦。啊，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当我们采用定期盘存制的时候。 各位同学，还记得，我们的存货的盘存有两种方法，对不对？定期盘存跟永续盘存。永续盘存的话呢，账上一定会有进销存的资料喽，所以我手头上还有多少存货我都知道。但是定期盘存就不知道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编年度的年这个其中的报表，像季报喽，第一季的季报喽，第二季的半年报喽，或者第三季的季报啦。我怎么知道我的期末存货有多少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毛利法来来估计哈，就是。 编制其中报表的时候会用到的哦。第三个呢，万一我们遭遇到天灾地变，比如说火灾啦、水灾啦，存货被烧掉了，我账簿呢被烧掉了，这个时候呢，我怎么知道说被烧的那一天？ 我仓库里面有多少货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毛利法来推估，在发生火灾或水灾的那一天呢，我的仓库里面还有多少存货在那边？也许我们向保险公司投保火险的时候呢，就可以根据这个呢来向保险公司呢索赔啊。这也是我们会运用到毛利法的一个情况哦。 好，那所以呢，其实这个毛利法呢，运用的场合还是很多的哈，真的会用到，不是说我们介绍一下，那用不上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哈。好，现在呢，我们就来请各位同学呢，一起来看看毛利法怎么去计算它哈。我们拿课本上这个例子呢，来跟同学呢一起来参考。好了，根据刚才那个资料，我们要用期初的存货哈，十万块钱，加上本期的进货的金额哈。 这个所谓的净额就是减除掉进货这个退出啦、进货折扣啦，啊，总共呢是一百五十万，所以我们的可售商品的总成本呢就是一百六十万哦，哈、啊。然后呢，本期的销货的净额，这个我账上都有记录喽，两百万。而我根据过去的年度的销货毛利呢，来计算一个毛利率，啊，就是毛利率就是以前的毛利。 乘上除以净销货，得出这个毛利率是百分之三十。换句话说呢，我一百块的销货里面呢，有三十块是毛利，有七十块呢是成本喽。那么根据这些个资料呢，我就可以来推算本期的这个销货的这个本期的期末存货喽的这个估计成本喽。第一个期初存货十万块钱，加上本期的进货的金额一百五十万，得出本期的可售商品的。 总成本一百六十万啊，一百六十万。这一百六十万呢，要减掉卖出去的部分的，所以我们要估销货成本，怎么估呢？用毛利来估，估计销货成本哈啊，这个销货的金额两百万哈，减掉估计的销货毛利是两百万呢乘上三十 percent 的哈，三十 percent 得出呢六十万，所以两百万减掉六十万呢，我的估计的销货成本是一百四十万，然后一百四十万呢，我总共有一百六十万可以卖。 所以我现在手头上呢，或者是我的期末的存货的估计成本呢，就是二十万哈。好,好，这是我们用毛利法来估计成本的这个方法哈。接下来跟同学来介绍一下第二种估计存货成本的方法，我们叫做零售价法。那所谓的零售价法呢，就是用存货的。 这个零售价跟它的成本之间的比率的关系。 那我们来推算用零售价呢来推算它的成本，实际上呢也是跟毛利法相同的哈，就是说我们毛利法是用毛利率，那我们的零售价法呢是用成本率啊，这个知道这个毛利率跟成本率不是就互补吗？比如说一百块钱，销货毛利是三十块钱的话呢，毛利率是三十 percent，那我的成本率就是七十 percent 咯。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说我的成本率这是多少的话呢，那我就倒过来我就知道说。 我期末的存货呢还有多少？总的可售的金额是多少？就它的售价啦，然后乘上那个成本率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得出大概估计的这个成本喽。哎，这个叫这个零售价法。我们来看看零售价法的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哈？啊，所谓的零售价法呢，就是运用存货的这个期末存货的零售价啊。我们的存货期末存货你要把零售价要记录好哦。啊，这个总共呢多少？ 可以卖的金额哈，以估计期末存货成本的方法哈，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个期末存货我的零售价是这么多的话呢，那我就可以去估计这个期末存货它的成本是多少。那从零售价怎么去估它的成本呢？当然，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必须要找出零售价。 好，跟成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比率喽。如果这个比例我确定了，那我知道说这个成本呢是零售价的百分之六十的。这个时候，我知道说我期末还有一百块钱的存货可以卖的话呢，我就知道它的成本呢就是六十块钱。好，这个叫零售价法，基本上的这个运用喽。 但是我们在实际上运用的时候呢，会比这个稍微复杂一点，所以呢，就有一些个零售价的一些个专有名词呢，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我们现在就先跟各位来介绍这些个零售价的专有名词。第一个呢，叫做原始售价，又叫做原始加价 （original markup） 哈。 这个所谓的原始售价或原始加价是什么呢？就是当我货进来的时候，进来的时候呢，我第一次把它标的那个价钱，要卖的那个零售价，那个呢叫做原始的这个售价，哈。比如说呢，我十块钱的存货成本，哦，买进来十块钱，我把它标加两块钱来卖，就是标价是十二块钱。这个十二块钱呢，就是我的原始的售价，哈，叫做 original s h a r e price。 或者是 original mark up，好，mark up 原始售价啊。好，第二个名词呢叫做加价,价，好，叫做加价,价，叫做 mark up。这个 mark up 的话呢，就是我把价格呢，零售的价格提高到原始的售价之上，哎 通常呢，假定说，哎呀，我这个十块钱买的，本来是卖十二块钱呐、啊，哎，结果发现很畅销。这个货一上架的话呢，没有几天就卖光了。所以呢，我说这么这么好畅销的话，为什么我不多卖一点呢？不，价格不提高点呢？就把它提高到十四块钱喽，从十二块提高到十四块钱，加了两块钱。这个两块钱呢，叫做加价，哈，叫做 markup，哈，就是这个加价的意思哦。第二、第三个名词呢，叫什么呢？叫做加价取消。 加大取消啊，就是说你价格加上去以后，然后呢，发现卖的不那么顺了，顾客有点抵制了，说太高了，他们不想买了。结果怎么办呢？就会说我说，哇，这个价格呢标的太高了，好，再减一点吧，减到十三块钱。 从十四块钱呢降到十三块钱，降了一块钱。这个一块钱呢是我本来加价的部分，我把它减少了。这一部分呢叫做加价取消，哈，取消，取消了一块钱喽。哈，取消一块钱以后，那我们的加价减掉加价取消呢，叫做净加价，哈，所以在这个我们加价两块钱，再取消一块钱，就净加价呢是一块钱，哈，这个叫净加价，哈，这个同学注意哈。 第四、第五、第五个名词，哈，就是减价，就是 markdown 哈 markdown。什么叫减价呢？就是我的价格呢跌到比原来的售价还要低的下面的部分呢，叫做减价。注意哦，从十四块一直回跌到十二块呢，这个都叫加价取消，这个不叫减价哦。 要减到低于十二块，低于我的原始售价，变成十块钱喽，照成本卖喽。那么减价两块钱，这个叫减价哈。同样的呢，减价取消。如果我发现说，哎，我减得太低了，这个货呢一减的话，马上就能再卖出去了，所以不需要减那么低吧，我就再把它回升一块钱啊，这个叫减价取消一块钱。那么减价呢，减去减价取消的差额呢，叫做净减价。 就是净减价哈，那么我们谈到这些加价啦、减价啦，刚才都是用一件存货来跟你同学做介绍、哦。实际上呢，我们在算的时候呢，是有一百件、一千件的存货哦啊、呃。比如说，我现在手头上有一百件，我每一件把它加两块钱加价的话，就是加价两百块钱哈。好 那么两百块钱呢，已经卖了五十件出去喽，哎，剩下五十件的话呢，我再把它减价一块钱的话呢，所以我减价呢，事实上呢，这个五十块钱里面只减掉五十块钱，减价是五十块钱，不是不是这个两百块钱的哦，也不是一百块钱哈、哦，因为我就卖掉一部分了，所以我们要以把搬出去的扣掉，手头上还有的来计算那个差额哈、哦。这个同学我们在实际上运用的时候呢，你要注意这一点啊、哦。好。 那么了解了这些个专有名词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来跟各位同学来介绍一下零售价法的运用，就是怎么样去运用零售价呢？基本上我们的存货的成本呢，要用什么呢？要用先进先出啦，或者是加权平均呢、啊。那我说我如果用零售价法的话呢，我可不可以达到这个先进先出或者是加权平均的这个效果呢？我说可以的。 啊，基本上我们是可以的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先来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哈，用零售价法。那么我要达到这个先进先出的啊，这个加权平均的这个效果的这个方法，我们来看看哈，怎么样去用加权平均成本的零售价法。我们举个例子来给各位做个参考好了哈。好，这个呃，金华公司呢，它的存货哈，它的存货呢。 用我们现在就要采用家庭平均成本来估计的喽。我们来看看了，基本上它有起初的存货哈，起初存货呢我们要列两栏喽，一栏是它的成本四百二十块钱，一栏呢是它的零售价，当时买进来的时候呢，我们标价是标六百块钱，标六百块钱哈，第一批的就是起初的存货了。那么 加上本期的进货，我们本期呢又进了两千一百块钱的成本的这个存货喽。那么一进来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标价标两千八要卖，加了七百块钱要卖，好这个这个标价哦。然后再加上本期的净加价，本来你也可以把加价加上去，然后减加价取消再减掉了。我们现在就把它合起来变成净加价啊，三百块钱的加价，减价呢这个加价取消五十块钱，所以我的净加价呢。 两百五十块钱，就是我可卖的这个金额呢，增加这么多。好，再减掉呢净减价，哈，净减价，我减价五百五十块钱，然后又取消了一百块钱，所以我真正的减价呢，就是只有四百五十块钱喽，4四百块钱。那么这个呢，加加减减以后呢，我就得出了可售商品总额。 一个是用成本表达的，把期初存货跟本期进货合起来，总共两千五百二十块钱；一个是用零售价表达的，把期初存货的六百加上本期的这些加加减减的标价，得出三千两百块钱。 那么各位看出来喽，我们把期初跟本期都合并计算，这个不就是加权平均成本吗？好、哦，这是用加权，所以呢，我就求算这个比率，把这两个一除，就是这个东西喽，成本比率啊、哦，两千五百二十块钱除以三千两百块钱，得出零点七八七五这个百分比哈、哦，七八七五，这是我的成本比率哦，这是加权平均的成本比率哈、哦，然后呢，我就去。 这个算出来以后，我要求我的销货收入是多少？我总共卖了两千四出去。 总共可以卖的总金额是三千两百块钱，这是总零售价喽。那么我已经卖出去两千四百块钱喽，所以呢，我期末的存货的零售价啊，这个八百块钱呢是期末存货的零售价哦，对不对？好，这、就是以零售价表达的期末存货是八百块钱。我现在要的是它的成本是多少？只要我把这个金额呢乘上它的成本比率，好，用加权平均的成本比率喽。哎、啊，所以我们呢期末存货的。 估计成本用加权平均法呢，就是把八百块钱呢乘上加权平均的成本比率零点七八七五呢，得出这个六百三十块钱，这就是我们期末存货呢估计出来的啊这个比率哈。好，这是一个我们用零售价法呢来来估算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来计算这个成本的这个期末存货的这个估计成本的方法。好，在这边暂时休息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同学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成本的流动的假设，就是先进先出法。各位同学还记得吗？我们现在成本的流动假设呢，可以用的方法呢，其实只有两个了哈。因为个别认定法呢是属于特定的存货，那个我们就不算是一个制度了哈。那么真正所谓谓制度化的这个方法的话呢，大概只有加权平均法。 跟这个先进先出法，因为后进先出法呢已经被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呢把它禁止使用喽，在美国还可以用，但是国际的不能用。那因为我们是采用国际的哈，所以我们这边也不介绍后进先出法哈。那么先进先出法就是先买进来的东西呢先卖出去，那么因此呢我期末的存货呢都是本期进货进来的。 所以我如果要用零售价法的话呢，我不是要算一个成本比率吗？那我在算成本比率的时候，我如果把期初存货呢分开来计算，期初存货单独算一个成本比率，本期的进货呢单独算一个成本比率的话，那我的期末的存货呢就应该是用。 本期的成本比率喽，本期进货成本不能够用期初存货喽，哎，这样的话呢，我就达到后进先出法的这个目的了哈，哎，那么但是呢，我刚才讲过，不是有那个存货零售价的加价啦或减价啦，这些加加减减的话呢？ 我们怎么去调整呢？要调整期初存货吗？还是调整本期进货呢？基本上，因为期初存货所占的比重呢比较小，我们那些所有的加价减价呢，都在本期的进货的这一块里面呢来调整，作为本期进货的零售价的调整。 好，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计算成本比率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哦，哪些呢应该加进来，哪些应该减掉，在本期的这个进货的部分哈。好，我们现在就请同学来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课文上的例子哈，用先进先出法来推算这个。 估这个期末存货的成本的啊、哦，好，这个我们这边哈也是金华公司啊。期末存货的估计用先进先出零售价法，其实存货呢还是刚才那个例子哦，它有成本四百二十块钱，那么零售价呢六百块钱，各位我们把它画一条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部分的话，我不单独我单独计算，我把它切割出来喽，我不计算它的成本比率，你也可以计算了哈，但是实际上没有意义，我们用不上它，因为它已经卖掉了哈，然后呢加。 这个本期进货好两千一，00, 标价两千八，然后呢加上净加价好净加价两千两百五十块钱，减掉净减价四百五十块钱，得出本期进货的零售价两千六，好，这、就是本期进货部分哦。这个其出的不包括进来，如果其出包括进来就变成三千二了哦。我们本期进货两千六，本期进货的成本是两千一，直接用这个求算它的成本比率啊。本期的成本比率呢是。 两千一除以两千六等于零点八零八，好，这、就、个是完全是本期的喽。好，然后呢，其他都一样了。可售商品总额就是成本呢是两千五百二十块钱，售价呢是三千二，减掉本期的销货收入两千四，得出期末的零售价是八百块钱。好了，这个八百块钱呢，我怎么去求算它的成本呢？我说我用先进先出喽。 哎，所以呢，期初存货卖出去了，完全是本期的进货，所以我就用本期进货的成本比例零点八零八来存哈。所以期末存货的估计成本用先进先出法的话呢，八百块钱乘上零点0这个八零八哈，零点八零八哈，那等于六百四十六块钱哈，六百四十六块钱啊，这是我们用这个啊所谓的先进先出法呢来估算我们的存货的时候的这个方法哈。 好，这个我们请同学呢，在你再有空再把课文上再看一下好了哈。好，第一这个是把它分成上下两段哈，期初的跟本期的，然后我们直接用本期的。好，接下来我们跟同学介绍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哦，这个你要知道了啊哈，叫什么呢？就是成本与市价孰低法。 我们不是说规定说我们的存货呢期末一定要用成本与市价孰低吗？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用先进先出也好，加权平均也好，都要把它回到成本与市价孰低。那我如果用零售价法的话呢，我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能不能达到用成本与市价孰低的效果呢？哎，我告诉同学哈，有一个很妙的一个做法呢。那这个做法呢，为什么这个原理呢？我就。 不在这边呢，跟各位介绍，因为时间不够了哈、哦。有请各位同学呢，你看一看什么样呢？就是我们在计算成本比率的时候啊，计算成本比率的时候，不是用分子呢，是用那个成本吗？分母不是用那个零售价吗？好，那个零售价总额，如果呢，零售价总额啊，我把它的原始的标价加上净加价，但是呢，净减价呢不减除。 好，我在计算装分母的时候呢，那个分母啊，零售价呢不减除那个净减价，那个减价不减除，加价,价呢要加上去。那么这样算出来的成本比率呢，所得出来的估计的成本呢，就是成本与市价孰低法。 哎，就是如果有市价有降下来的话呢，那么算出来是真正的那个市价降下来的。如果市价没有降下来的话呢，这个成本高的话呢，我们算出来就实际成本，好是实际。所以运用呢，就在关键就在那个成本比率的计算，在分母的时候呢，我们把净加价加上去，而净加价呢不减效，好不减掉。那么这样来算出成本比率呢，就得出了我们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的这个所谓的。 零售价法，那么在这个方法之下呢，我们也可以适用到什么呢？适用到这个先进先出哦，也可以用加权平均哦，两个都可以用哦。那课本上呢，只跟各位介绍一种方法，就是加权平均法。为什么只跟各位介绍加权平均法呢？因为我们零售价法在原始运用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用这种方法，也就是说大家呢都用这种方法。刚开始运用的时候。 好，大家都用这个加权平均法的成本与市价孰低。那么，但是后来呢？当然也可以。如果你说，哎，我现在规定你们会计准则不是规定说也可以用先进先出吗？为什么我不让不可以按先进先？出？可以啊，你就把那个起初存货那个成本把它拿掉，好，不要加进来。然后呢，用本期进货呢，本期进货的零售价加上进加价，然后不减掉进减,减价。那么这样得出来的这个成本比率呢，就是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的。 先进先出成本的这个估计的期末存货，这样同学应该了解嘛哈？好，如果了解的话呢，我们现在就请各位呢一起来跟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例子，我们课本上的另外一个例子啊，来，这个是我们的期末存货的估计哈，用加权平均成本与净变现价值数低哈，它的原理呢，这个零售价法哈，传统零售价法，各位你当你。 提到这个传统零售价法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说它是加权平均法哦，哎，加权平均法哈、哦，所以我们计算的方法呢，就往加权平均来看。其初存货四百二，成本零售价六百啊，本期进货两千一，这个各位都很熟悉喽。那么标价呢两千八，好，然后呢加净加价两百五十块钱，哎，我们这边就把它。 结小结喽，就结出来咯，喽，净减价没有减喽，哎，总成本是二五二零，然后呢，可售的零售价是三六五零，三六五零哈，这个把加价减去加上去，但是呢减价不减，我们就开始算成本比率喽，哎，这个算在成本比率二五二零除以三六五零。 啊、哦，除以三六五零等于零点六九哈，零点六九哈，好了，然后呢，再把净减价减掉，好，把净减价减掉，得出可售零售价还是三千二哈，呃，成本是二五二零，减掉已经卖掉的两千四百块钱，我们的零售价的期末零售价呢还是八百块钱喽，啊，八百块钱的话呢，乘上这么一个成本比率，哈，成本比率的话呢，就是这个六百块钱乘上零点六九等于五五二。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加权平均法呢？刚才加权平均法是六百三十，对不对？算出来，现在呢变成五百五十二了，哇，差了四十几块钱呢，对不对？哎，那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呢，那么运用的时候呢把它降下来，那它基本上的关键呢就在于那个什么呢？在于那个我们的。 分母的那个零售价总额呢，把净加价加上去了，而净减价呢，我们并没有把它减掉，它自然就会得出一个成本与市价孰低的这个效果出来。哎，你看了这个很好用，对不对啊？好，那同学回去我建议你把它算一算了，用先进先出法算算看。好，用先进先出法呢也。 成本也是要熟低的，先进先出法。那你只要把其中存货呢不摆进来，其他的呢就是本期的进货呢，然后加上进加价价不减掉净减价，算出一个成本这个比例，来乘以我们的期末存货八百块钱，它就是先进先出的这个存货的估计哈。好，各位同学，我们存货呢全部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下次再会。